我以前吼，讲伊足好命诶，就干煮三顿，安尼，啊，就感觉我身体不是很好，算我伤闲，你著中午著睏一下中昼，啊，暗时著睏较无好势。我以前吼，你闲闲诶时阵，你每就直直想要去上厕所啦。以前我从丰原没有办法坐车坐的，开车哦，坐轿车哦，丰原到台中我没有办法，我都还要去找那个加油站去上厕所啦。哦，我环保已经做十八年，我在环保这个区块哈、哦、受益良多啦。啊，你做环保之后，你把精神放在环保里面，啊，你讲我这刚刚要赶紧去走一走，啊，无形中你就不会想要去跑厕所了。我现在半天不用去上厕所都没关系，做环保让我的身体更好，解决了我的小毛病、大烦恼。大家人多用心。真正伫厝养养无代志，遐就想要来环保站啦。就感觉讲，哎、欸，来遮哦，足快乐个。哎，啊，时间过得足紧个，啊，又能发挥生命的良能个呢，感觉足有意义个。我在环保这个区块，我想说，平常我们要带人的话，师傅定讲那咱以身作则啦，你靠人入来做，咱就是爱先带头做互看。每一个人生都有缺憾呐，我们可以透过做环保吼，让你身体健康，把那个我们的缺憾弥补过来。